如果只能选一样饰品的话，我会选手表，因为手表可以看。当然，我就很喜欢他们的手表，是因为他们表带可以换。我觉得手表可以让我觉得是一个有爱的感觉。每看一次手表，可以就想起它。对，但是我可能戴戒指啊或什么的，那我也是会啦。好啦，我都要啦，又很贪心又都要。好，因为我跟他都很喜欢狗狗，所以我刚刚在拍的时候，我就看到狗狗的项链。他的狗狗是金色跟银色，然后还有戴小皇冠。最可爱的地方是它上面还有狗狗的脚印，它的眼睛还亮亮的，有小钻呢，好可爱哟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